1979年，网咖又是全国第一家。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呢，市场上竞争很烈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风沙巷呢生意好像看来越来越好，不像过去的一环就好，就开始方面从事风沙巷。网咖那个是在80年代很出名的一张照片，顾客是非常喜欢的，就是我们叫红太阳，顾客要来拍结婚照嘛，那么有交关人看到这张照片，觉得老好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当年在了网咖照相馆拍的这个结婚照。当时辰光，网咖照相馆，搿出来一套新的四张的结婚照，吸引了多少人啊！尤其是阿拉搿个一辈当中，就是讲能够到网咖照相馆拍结婚照的，好像阿拉同学之间觉得辣辣网咖照相馆拍照片是老有面子的。我们拍结婚照的人老多的，外地人也侪过来，大家侪要预约的。阿拉等了交关辰光，我拿到照片以后一看，哎呦，是我想要的理想当中的效果。尤其是网咖照相馆的搿一张，就是讲是红太阳，伊拉真的是经典，伊拉真的是老牌照相馆。